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次会做一个刺山金扒南瓜豆腐。这个菜有地中海的特色。不吃洋葱的人有好消息啦！刺山金是所有食物之中含有洋葱素最多的食物。洋葱素的含量是洋葱的6倍。我哋用咗唔使20分钟就做咗呢一个有益健康好味嘅餸菜。刺山金係一种未成熟嘅花蕾，喺地中海嘅国家用咗佢嚟到做叶菜。佢嘅味道有少少似芥辣。你唔好睇小佢细细粒，佢营养价值好高，含有抗氧化素、维生素 K、铜、铁同埋洋葱素。洋葱素可以增强我哋嘅免疫能力，有好多人用佢嚟到去抵抗新冠病毒。有人说洋葱素是抗疫的黑马，只要吃一汤羹的刺山金就等于吃了一个中型的洋葱。刺山金和洋葱素的益处，我们有资料放在说明栏。多谢大家收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素食，拜拜。